表，这是电压线，主机，脉冲线，现在是先接线，先接电压线。对，根据对应的颜色插就可以了。前表西向，接好对应的前表，然后到脉冲线。现在接线，然后到电压线，电压线先接零线，安全一点。脉冲，现在开机，然后设常数。常数5000，常数5000，然后圈数1000，圈数，然后前表20安，前表20安。然后等级0.5级。然后确定。